像车企的人哦，我财产拢放，拢无了了去啊！
吼、哦，所以咱袂使无注意，啊、哦，咱私心就爱写啊，家内宽容用善，有时有本，哦，吃起的人呢，拢看袂看外表，看色相，哦，真正根本就失去啊，真正德。讲德食本了，财食我了，一个本就叫不起啊。俭乃一朴用质，有失有闻而发有礼。小俭的人呢，是较较质朴，啊较用质啊，对文啊礼啊吧。过到福建呢，经非常多，车就是过，俭就是福建。各家不敬的拢无下降的，用二者相较，二点注释，这两项来比较，哎，可能就爱来收做一部分。即两个者，该各者收获部分啊。所以呢，这两项比较呢，咱爱较强的吼。所以就啊讲各收获部分，虽然讲咱无对人在吃花。哦，较朴实，哦，外表对人较袂刁，哦，但是呢，咱的过程就较少，是不得用刀去害上少，上少。且即持欲越礼，过分必得无。哦，且就是讲持欲也越礼，越礼越正哦，安尼就较过分，拢会产生了。哦，合作出来，机械有较大，哦，个辅助呢，得个呀，所以辅助呢，伊讲伊爱大家较强，较故事的，啊、哦，言出处，假出言，人言出假也不得意啊，这两行辅助直接讲也是不得意的啊，是叫咱讲，咱也得爱有选择。相思用刀不行啊！伊感觉迄个时阵刀换物件，有主呢嘛足伤心哦。伊做迄阵嘛是上足伤心。迄阵二传子用火刀，所以用刀换着物件。小刀出车有理想，迄个时阵毋是即个时阵的车祸呢，较早的时阵，某迄个时阵车祸的所在啊，啊。建元礼教是较时髦，迄个时阵，车市诶，万元即个礼教诶，即个哦，诶，即个时髦，故下车之不顺，哦，一本气运了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孔圣人交代是讲，咱爱车放气，哦，啊来一本哦气运，啊，所以呢，之外咱来了解。修行道不是好一行尔，你若认真去甲想，啊认真去甲看，修行道是十全十美的代志个。人讲世间无十全十美，我感觉修行道都、就是真正一个十全十美啊！哦，咱来了解。过来三十六，祝我祝我温住叹动动，温住叹动动，消云永寂寂。消人重切切，这是孔圣人讲文殊甲消人的一个形容，一个形容。哦，文殊坦荡荡是孔子呢，足坦然，而且呢，伊的人世间内面呢，感觉讲足平和，足顺遂。消人呢，足个计较，啊，足烦恼，足个心内拢足个烦恼。这个是人心呢，哦，这个是人心，跟姊妹咱来了解。学而篇内面咧讲呢，人不低于不闻不有闻诸佛，一个人呢一生呢，哦，咱的尊心拢没有了解，哦，咱没有了解。虽然有学问，啊，咱有道德，无发展的空间，无机会，不过。咱也莫怨天，也莫求钱，咱来坦荡荡的这个修养，哦，
这种修养就是困难。所以文主呢，要做到真正要做到坦荡荡，哦，胸襟，哦，做个坦荡荡的胸襟，心胸永远是要光风遮月，像春风，春风吹拂，啊、哦，但是另外咱真正心哈，哦，是我个心像光风遮月，哦，秋头的风，那是那春天的风。阿月呢，拢要叫暗调嘞，做个咩啊？哦，予咱清爽舒适，亲像秋天，哦，飞咧高洁，啊、哦，光滑，哦，内心要保持一样的境界，无论得意的时候，或者困难的时候，咱拢是做得，心安得人咱做。有困难的地方，咱不能有困难的雄心，而且强调绝对不使。但不要哦，盲目哦，盲目爱一定乐观，爱一定乐观，而且自然雄心爱心胸爱开朗，必然来无什么原因哦，亲像老公。甲着千年安尼哦，做人这样的境界，这才是君子坦荡荡啊。所以这两句话呢，可以做咱的人生的座右铭啊，写一条打在咱的桌仔顶面，打在咱的书房内面哦。时刻看卖啊，家己面对咱家己，养成了坦荡荡的形象哦。像是孔子呢，伫讲君子甲小人的心境截然不同。心学到到一个层级，到一个期间，有修甲无修的人，人随看随知影。哦，人讲哦，你这个人可能有相当的修养。伫行路伫讲话，那像伊个人无相像。哦，人讲心中人有话。诚实伫你的心里无讲，但是表露伫你的外口、哦、所以一种是孔子完全描述文字小人两种杂人不同的心境。心一个固咱的心无相像，造成啊造成出差别不同的心境的原因，由于他人的行为完全不同啊、哦，因为文字是坦荡荡啊。啊，小人是重七七啊，所以用做人处事基本的态度，天然有差别。朱注到殷勤主讲啊，君子循礼，故常失态。君子就是循真理咧行，循道理咧行，照道理咧行，照真理咧行。所以感觉精神拢足好，伊的心量拢足大。哦，所以小人呢，也无分。哦，多有趣啊！小人呢，干那反倒袂赞成道理啊！哦，伊心拢叫不白去啊，所以思想拢足忧愁、足切切的。这是啊，从他们做人处事的态度在讲的啊。君子总是依顺天理啊，所以天意依顺。君子呢，总是依顺这个天理来做。哦。啊，咱每一个人想的人，基于伊事业，真正来做，等到天明，看变怎来袂紧啊。因而无休止不住的变，你随时无入去，唔过你的各位哦，你的各位拢一定拢有啊。哦，虽然初心穷困，也不能改记，也能不改记录啊。哦，咱希望各位人。虽然咱处心穷困呢，但是呢，也会当无一定个，会当咱就是去讲为了路来改变，所以叫坦荡荡的这个胸襟啊，心胸来坦荡荡。小人往往心啊，小人往往心不由主啊，比不欲所欲速。小人呢，伊心不由主，心都叫不欲牵去啊。叫卖卖去啊，比如约束约束啊，
所以用我偏形容譬喻，既未得志啊，还得志；既得志，还失志啊。用我啊，用我偏长啊，你讲啊，讲既得志，你讲譬喻啊，小人啊，啊，既未得志，还得志啊，得未得？但是讲唔知变哪得着，想尽办法啦。啊，既然得着，就是讲。哦，难过去无去啊！这是正，正是小人的写照，写人小人就是安尼。虽然初心误会，也不能免于忧愁啊。所以叫用积蓄的心境啊。小人虽然伊心处误会，哦，唔过伊心无小伤啊，所以也是足烦恼。有钱人，人可能足烦恼。虽然世俗讲一句话。啊，国得水，得忧，得财，得乐，啊，得住，得荣，那当然讲，免得你个话出，也要做人拍电影，人安能住三十岁就归空，达到福城的境地啊，免得得较足侪钱，哦，足侪钱嘛，得会烦恼啊，我讲我加只加点人借钱，也唔知变怎样啊，足侪囝嘛，免会烦恼啊。哦，就是惊买完了，哦，一点下一大堆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爱注意先学到来了解，会使去了解。啊，来咱即摆过来讲，助温之礼，威仪不变。助温之礼，威仪不变。恭之安，恭之安。执责，就是控制对事情。将下一个结论，咱修行爱修甲讲，咱的心情、咱的心量，哦，拢爱有温暖，咱有温暖，而且只要温暖，当然不是变成作需要哦，啊，在温暖当中，你有一款味走会出来，所以呢，有一款大家拢，哦，哦，大家拢。定啊，威仪不变啊，是咧伊外口造出来的威严，但是伊威严是作用变的啊，恭敬安，伊对咱的姊妹拢作恭敬，作安和，作安顺啊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孔子的人讲啊，讲孔子讲，咱修行对人。一定要做做个空，最好是咱做个空，不天地合一的。因此呢，言语与言行与这之间，自然会发出了忠诚啊、和平的一个气氛啊，用心觉得和蔼可亲，而不可暗怨啊，可敬畏而不可所怨啊。在谦和之中，不失自上的指导啊，可见伊的成就已经达到至极啊。所以讲，温而不烈就是需要，温而不烈特别上需要；威而不变就是上薄，有威威严，但是袂使变，安尼爱上薄啊。烈而不烈而不温就。就是积极，宽而威，就是啊，热爱啊，所以姊妹，咱一定要慢慢去学体会。体会咱今仔日呢，修行到这样多年，阿兰到高深的境界，啊，知影讲咱不足，咱快点慢加变，啊，向圣看齐，啊，咱当讲。大千世间，空空来遮流浪一回。所以文章是地主形容老师的仪容甲态度啊。哦，行到这个时阵，咱的行为拢走出来，讲柔适中，讲柔适中。哦，该讲就讲，该柔就柔。哦，柔无偏白，哦，袂使有偏讲，嘛袂使有偏柔啊。哦，
温威宫是孔圣人常有的德行，温甲威甲宫的这三项是孔子是常有的德行啊。哦，伊的容貌，伊的德行的容貌啊。哦，礼不变甲安和啊，是用来哦说明适中，哦无所偏别，哦是有较合道。中间呢，到这时阵，哦。有地到不变安和哦，造出来，所以这是用来适中而无所偏别。因温和之人，往往你无柔柔和平衡啊。哦，而夫子呢，却温中带有严肃。温和之人呢，往往会柔和柔和平衡啊，像温和嘛未使，啊。所以，夫子在温和当中代表严肃，柔中有刚，在柔当中爱有刚毅。恭敬之人往往失有矜持，恭敬之人呢，往往这款人呢，有失有较固执，较固执，矜持的矜持。而夫子呢，却恭敬出入自然，安详舒坦，中和态度。夫子呢，第一，伊恭敬是出入自然安泰、安详舒坦、中和的这个适度，是很高雅的。哦，你会足恭敬家己姊妹，而且呢，伫这个恭敬内面有足安详、足舒坦、足中和这个态度走出来。厝内种地主呢，就与夫子相处之后，这是种地主呢，时间久，交老师相处久了后，细密的体验，详详细细密出来，体验了孔圣人啊，也夫子成德之表露，嘛是夫子真正成德的表露出来。所以的姊妹，想到一个句啊，咱的形象，咱的形象，咱的态度。但是做人拢会如何如何跑出来，这一定的哦。咱家己看无，人别人就甲咱看无，所以咱一定爱作注意。安尼伫咱人世间，咱当会感觉讲哦，我来遮空空走一回，拢无啥物哦，无啥物真正哦得到啥物哦，实实在在来人世间。在真有形象中来建立咱无形象的高位，这是咱真正今日的标啊！咱即摆呢？